接下来，我宣布，刘敏挑战开始。哇！2017年的时候参加的那个脑力锦标赛，跟着整个的一个训练的团队吧，6点多就会起床，我们会出去找一系列的地点，因为我们要打造自己的那个记忆宫殿，得打造将近2500个吧。就是比如说像我走到公园里边，它会有那个类似于升旗的那个台阶，这就是我的一个空间位置。它旁边上有一个那个树坑，哎，这也是我的一个空间位置。这些都会储存在我自己的大脑里，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在我的大脑里它也是什么样子。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找公园开阔的小广场，甚至如果商家允许，我们可能会在饭店里边，我们会走过去，而且还会想，哎，这个位置我应该在它哪连，是上面是下面，会有那种指指点点的感觉，所以会引起这种保安的误会，会觉得你这对这是精神不太正常呀，还是你们将来会来踩点儿呀，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们会有城市赛，排名多少达标的，然后会选入到中国赛，最终进入到世界赛。我就参加了10月份的那个城市的比赛，10个项目，我是拿到了9个项目的冠亚军，所以也成为了成人组的冠军和全场总冠军，就以这个成绩直接就晋级到了中国赛。在中国赛里边，最终的话也是选拔了大概是150名，然后呢晋级到了世界赛里边。像我们有30分钟的词语的记忆，还有60分钟的马拉松数字的记忆，还有一个会让人特别激动和揪心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短时项目40秒，要求记下来一副打乱的扑克牌，这个是最难的一个，52张牌，一个裁判盯一个选手。我在这儿比赛，裁判就站在我的身后，就是他眼睛会瞪着你，就40秒的时间，特别的紧张。然后还要给你计时，你要把它复原出来，没有一次失误的机会。其实我最紧张的算是马拉松数字的那一个轮，我写了1800多个，但是当我默写完了之后，我就会感觉，哎，是这个数字，又好像不是，就因为我们就是前面做了大量的训练，这个空间我已经记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好像都是对的，就都在我的大脑里徘徊，所以当时就比较揪心于它。但是最终的成绩还行，对了是1700多个。我的成绩当时在全球，就是那一年的话，应该是能排到全球的前30，31年的选手的大排名，我应该能排到世界的193位。挑战成功。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当时只觉得哎呀，我参加完这个比赛成为记忆大师了。然后其实真正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大家会给我有更多的可以说叫资源，包括我能够去很多的企业里边，然后再加上大家给我介绍上了那个央视挑战不可能以后，就是更多的那种好的资源接踵而来，然后大家的一个支持能够在北京有更好的收入，买了车买了房。好，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记忆力它不是天生的。其实当时也是跟工作有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儿。当时我住的是通州，我在国贸上班，从通州到国贸这条线上我从来就没有停过，我就一直在练，我背道德经，我背司机词典，这个是我从来就没有去原来想过的事儿。回到家之后我也没有停下来过。我们当时真的住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也是合租，只有那么一间房，那个房子里边连书桌时候没有书桌，就是趴在那个床上拿个小凳子，我一边看书一边写，一边做笔记一边记。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比我高考付出的努力还要大，公司要求的是
作为普通的员工，你做到三分钟能记四十个 ，OK 了，你达标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行，我要三分钟再记多一点，我能够记六十、记八十，甚至是记一百。但是当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会发现不一样。就没有经过过那一点点的训练上来，我刚开始记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出现那种眩晕感，整个的天花板还有整个的地全部都会跟着一起在那转。虽然我眼睛看到的是数字，但是我大脑里是要转变成图像的。为了记清楚，我们还要把它放在宫殿里，比如说我大脑里边就会有这样的咱们的一个房间，我要把这两个图放在这个房间的桌子上，然后放在这个房间的这个柜子上。好，这个房间完事之后，我还要走出去，再走入下一个空间里边，就依次放在相应的空间位置上，所以我要记得特别清楚，看得特别明白。然后这么多了之后，我的意识会感觉有分离感，那种意识灵魂感觉徘徊在了你自己的肉体之外，当时就觉得有点受不了，所以赶紧的趴在桌子上。所以它是体能、毅力和脑力同时要进行参加的。所以到了后面，就在慢慢的不要求自己上来就记那么庞大，就从五分钟、从一百、从一百二、一百五，慢慢的往上提升。到我后来真的能够做到五百的时候，我再往八百、往一千上去记，那个感觉就没有这个难受，感觉就会很顺了。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就是一直是属于在外边打工的这种状态。这个事儿感觉有时候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啊。我对这个事儿心里边会有那个啥，就是我八零后的留守儿童，可以这么说。当年因为我们是姊妹三个，然后我妹都送到我那个送到我姥姥家那儿去，然后我弟当时才一岁多，但是没办法也被就是留在我爷爷奶奶身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爸妈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是一把伞，我就特别打开那个伞，哇，这个伞带花的好漂亮，我就自己想什么时候下雨，然后就真的赶上一回下雨。那天放学了，我看到下的小雨，我特意我把书包放在了一个邻居的家里，我特意跑回家，淋着雨跑回家，然后拿着伞回来，我就想向别人炫耀一下，哎，我有伞，我比别人要好一点的那种。别人有更多的爱。对对对，就是这种。在我的当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听话就好了，我唯一的事儿就是我管好我自己，该上学了我上学，该放学的时候我放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性格大家都会评论，不好听点叫唯唯诺诺的那种感觉，自己的意见不太敢第一时间去表达出来，我在说话的时候可能要经过好几轮的纠结，这句话该不该说，合不合适，说完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就是也有点养成了那种察言观色，就要看人的这种表情去说话。到后来我爸爸妈妈他们在打工的时候也赚了一部分的钱，他们也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能够把我们接到市里边来上学，所以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转学了。当时在我的认知里边，我也觉得爸爸妈妈他们就上好班，我也是做好了自己的事儿，我不给他们添乱，然后不让老师找家长，这个事儿就已经很好了。其实我小时候不知道为啥而努力，我就觉得上学是我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就一直这么做，不会觉得我比别人差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我从来不争第一，但是只要别让我落后就可以了。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个改变，其实是我在零八年暑假，大学暑假来到北京，真的站在北大门口的那一刻，我才有意识，哦，好大学是这个样子的。看到那些学生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校园是不一样的，我的校园是可以一条路走到底儿就能够走完的，但是这儿我走了好几圈我走不完，就明显就是整个的都大了。然后再到我认知上面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多人比我强那么多，我是比这么多人不如他们的，不行，我觉得我要再努力一点，我觉得我要再好一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在我的主观上边是我要开始努力。
现在的状态是我以前复出所能达到的比较理想的一个好的状态了。但是你说完全没有问题吗？其实不是的。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我是属于事业型的，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要追求个人的价值会多一些，所以我会把我的工作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孩子。我努力工作，我想给他一个榜样的状态，我觉得他未来也会获得这个努力的一个动力，或者说知道什么叫做努力。这话就是说，30岁的女孩如果还没有功成名就，建议还是回自己的老家。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不能够以年龄为界限，而且也不能够以男女为界限。29岁的时候回到老家创业，但是在老家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付出了同样的比我工作当中10倍、100倍的努力，我甚至没有一天是休息的。那会儿我孩子才刚出生6个多月，全部扑在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我的技术提升上面，直到我自己的能力达到之后，决定还是回到北京。我在北京我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也住过不到10平的公寓，但是我觉得我依旧愿意回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能够更加的刺激我，它能够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可能遇到困境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以前自己的储备不足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自己需要有这个认知，我认知到是因为我能力不足，那怎么办？那就是要改变自己。你像我创业的时候为什么有创业失败，大环境就在这儿，它就让我们的教育真的对于我们教育行业从业者来说确实有点不太友善。那怎么办？我难道说我要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哎呀怎么样的，那肯定不可以。那我就去适应我自己，我调整我自己，如果我的能力不足，那我就去学呀。我抱着我是20岁，我抱着我是21岁，我去学就好了。30岁，我们其实正属于正当年的时候，正是我们清晰了自己，对自己有了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正是要努力的时候，正是我们踏下心，定好目标，你在这个城市要扎根立足的时候。3.14159265893589七93383846243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50288419七19395零二八八四一九七一六九三九九三七五101582九七49445923零七81643零七81604082零89853421170679，你看到这100位。